奇很了不起很帅是不是？乐音社很帅是不是？加个葱去个心。你爸以前是乐音社的，你有他帅吗？啊？玩音乐的玩到被记过，丢不丢脸啊？在骂我。啊？看着我，我在跟你讲话。哎、欸，还没有骂完。骂我马上骂完了。哦。嗯，啊，嘉阳呢？他刚刚说他快到了，我问一下。哦，你叫快点啊。好，妈，你先进去。哦、啊，妈没有办法救你哦。啊，妈妈救不了你了。高嘉阳，你到哪里了啊？你不是说很快吗？快点，快点啦！阿妈在等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回去拿酒、哦。你拿酒干嘛？我已经有带啦、啊。没关系啊，哎，老婆。你骂的有够精彩的，在天桥那边都听得到。你大声吗？爸妈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家人来了。爸，这高粱送给你了，当生日礼物，生日快乐。哎、欸，高桥佑，我这是干什么事？你没事跑去学校干什么、啊？学校找不到你们两个啊，打电话到爸妈家呢。他刚我在家，当然我去啊。不是，你害他被学校多记一个大过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谁没有被记过过了？我被记过过，你也被记过过。高嘉凯被救过啊，好吧。那你什么都没关系，你去妈妈房间偷钱也没关系哦。我要偷钱啊？你吓我、啊？你是怎样？你缺钱哟？缺钱找你爸爸啊？我没有缺钱啊，妈，我拿的是我的毕业纪念册，我找不到啦。来找我高中同学啊，丢搞。是。爸，猪脚不够钱了、啊，加酱油了。那是冲的，哎呦呦。不是，那起码是白暖了。哦，怎么长得这么像酱油啦？这干没在家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那个醋油酱油猪脚，醋油猪脚啦。妈，那我今天不带猪脚回去哦。好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多年会分不出来。你们都不要吃，我吃啊。自己做菜这样都自己走，难怪电会倒。啥？电倒？怎么弄？靠，真假的？你们倒了，顶让而已啦，顶让而已。顶让吗？可是我朋友上礼拜去你餐厅，就说都倒了。真的倒了？哎呀，我那一百万呢、欸？啊，什么一百万啊？啊，你怎么会有一百万？嗯，一百万。妈，这你自己讲。我，你天真的倒了。高嘉悦，你是真是。啊哈哈！好好吃顿饭那么难呐、啊？啊，拍手拍手，是我不好不好不好，妈，生日快乐！这说明什么？那个，我看这顿饭还是不要吃了，我出去忘记了。我留在家给你哦，我出去忘记。慢的啦，高嘉悦。高嘉悦。高嘉悦。高嘉悦，你不是我生日才回来的，高嘉悦。哎，慢的啦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来吃蛋糕好了。啊，在冰箱。哦。去拿。对，冰箱。蜡烛。蜡烛，慢慢的，可以。哦，好烫。悠悠，小心。好，我来唱生日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许愿。许愿。前面两个说出来，最后一个放心里。第一个就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。嗯。第二个愿望。我想要开车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哦！你都扣我两年了，驾照。哎，那个车祸有多严重啊？你要拿到驾照，等我眼睛一闭，你就拿到了啊、哦！等不了多久了。哎，吹蜡烛，吹蜡烛，吹蜡烛。好，第一道。谢谢，谢谢。嗯。叉子，我没有叉子。对对对。好，来。吃一点点健健康康，健健康康，吃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好的。好，爸，生日快乐！9月23日起，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42台，有生之年，不见不散。